你说嘛，你要咋子啊？你再凶点儿嘞！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去赶场了哈，今天有钱，走。快点，好冷哦，快点走。我喊你走慢点儿，干嘛干嘛？你想吃啥子晚点？我给你买。你想吃啥子？你想吃食食噻？你不要上恶心的话题好不好？烦求得很。快走，你想吃啥子？我给你弄。我才不要你给我弄。那你是嘛？我不稀罕。看你想吃啥子？啊？想吃啥子？给你买。看噻。老师在哪家？我们把你放水的啊。落雨了嘛？我那边肉不要卖好多。去问他噻，啊，去问，万一便宜了喂，鲤鱼不？不吃，不想吃了。走到半路上遇到了阿姨，还要不要？要他还买酱，买了酱。有钱也可以啦。要换点钱嘛。那你买吃的了？我说买个油锅就啥了嘞？就这么多了吧？我说买那个炒口儿的几套。哪点吧？是不是吧？你看这了，你看那点有是吧？我家里那个，我家里那个，没得，没得。那个十二块哟、哦，那还十九块，那个照片光就是十五块，那还可以，还不贵。你说啊？可以买点儿。小的时候吃吧，那个好甜哦。现在很少了，很少了。对，还有冬瓜糖。吃的瓜子嘛。吃瓜子。哪个口味？榴莲味儿、奶油味儿，还有五香味儿。这个是啥？这是哪个？这是五香的，你哪个味道的？我没有焦糖的。我红枣味的，就买那个。我们那天试试红枣味吗？好。好多。那就买那个吗？买那个。嗯。还剩钱？剩一斤就够了吧？是的。吃了两个。陈菊饼，我说嘛，我有时间没吃了，没意思。
好甜哦，那个东西。好吃。那你咋都长不大？也是不是啊？两个三个。高大高大，防护高大，防御防护高大，四方战斗，五十个，两脚三个，两。不是不可以打。买了还得鲫鱼，回去煮凉拌鲫鱼。这个娃儿想吃。走了，买的差不多了。鱼拜拜。回家了。